伤心的乖乖，一直看着姐姐出门到现在，都很在门口等着姐姐回来。可怜的乖乖，没啦，这没啦，没你坐那边嘞，坐那边嘞。不要咬我。好啦，来。不见了，你家在哪里？啊？你没了，这没了。没了，趁他边了，趁他边了。他口渴啊。不见了，你家在哪里？他没有名牌吗？他底下那个。啊？妈怎么办？啊！
过，都可以过，都可以过。阿妈在哪里？对啊，找不到阿妈，找不到阿妈怎么办？啊。Oh, my God.